蛮好啊，包间你找自己的耳音。有。啊！我两只都会了吧？就是一直叫，一直学叫。爸比，然后说爸比，别人他们讲啊啊。他们觉得很有趣耶、啊。我都觉得好好笑、啊。我也是啊。阿锦给我看的时候，一笑到真的六块肌就出来了。你要再整一把，整个六块肌。啊！你听到三十一直叫。他、啊、为什么要笑啊？应该就是那种针。哦，呼吸方法，他们说特一种特别的呼吸方法。哇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他特别的呼吸方法。可是你看，其实后来我才知道怎么弄，把你搞笑影片呐、啊，他、那个是人的配音啦、啊，人的配音啦、啊。好、啊，我一开始真的被唬到，所以阿龙那个不是真的弹珠鱼的笑声。对，所以他是。你看，不能想象说我们去那个湿地看，然后你一堆那个，哦、啊，那很可怕，可以吗？好可怕的。哦，所以他是这样呼吸，他是这样，他是配音是、哦、配音是人的配音是男的配音，奇怪他们叫的怎么跟男的吼叫声一样？他奇怪，我都没有听过谭祖宇这样叫。对，对，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过，我也没听过、啊，没有听过谭祖，但是我知道我过看过这种女啊，但是我没有听过，没有听到叫这么湿，男人的湿。然后二姐还很认真的跟那个二姐讲，我把不是奇怪。然后他们也当面就叫啊，然后我就说，哎，我说你们听过谭祖宇叫声，不敢看，这应该人家配音的吧？他到底啊？哎，对吼，因为我只我一听到，我一听到我也觉得是配音，他叫声怎么跟男人就叫宋老师一样？哇塞，好诡异。然后所以我那两只，我说阿婆，你看，是他叫声的，然后他们就不看了，好，他们一直笑，看你一直笑啊。